我们公司下线的这款氢能源混合动力吊车机产品呢，它的能源的动力主要是氢，然后它的排出呢只有水，完全符合零碳的标准。 下一步，我们继续要朝着这个新能源在机车上的应用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，契合国家2030年碳达峰的目标和2060年碳中和这样的一个愿景，开发采用大功率锂电和氢燃料电池的其他的产品的型号。总之就是，采用新能源，实现绿色低碳。